前脸冷峻，虎躯威震，一身绿甲青衣，难掩满身武艺。眼前这位便是中联重科全新升级的50吨精品 ZTC500H562-1 汽车起重机，五节45.5米 U 型主臂，行业全身最长的50吨产品，加上两级16米副臂，吊高吊远能力再升一级。能吊高吊远，关键还得看吊重。大截面结构件设计带来超强的吊重力，9吨配重组合，8米支腿，稳定性更是舍他其谁。全身臂吊重10.2吨，这数据妥妥的行业第一。结构强，下盘稳，咱们新款 500H 的起重力自然是稳准狠。外表刚强威猛，但两室的设计却温柔舒适。7寸多功能总线仪表，9寸中控大屏，10寸触摸屏立线器，开启吊车的大屏时代。前推车窗，倒车影像，卷扬监控，720度全视野施工，更安全放心。内置智能工况推荐功能，庞大数据支持你安全高效施工。上下左右都看过，最后再来看动力。御柴9升发动机搭配法士特9档变速箱，越野爬坡高速飞驰那都不是事儿。变量泵系统与智能怠速的加持，既好操控又是节油先锋，不怒自有威，磅礴且精细。精品50吨就选中联重科 ZTC500H562-1 汽车起重机。